我们再来个才艺，欢迎妮子王子，晚上好。教授晚上好，妹子们今天很漂亮。好的，欢迎六九四兄弟。打开你片梦现在。小西给我一个，等一波没偏梦啊。他说这个让那个宝克念这个苗语版本的，我看一下看看。大家忙，广哥好，妹妹们好，晚上好，你怎么子？我的那钱包在看什么？钱包在这，这个这么。这么一个。好了吗 ？OK 了，干了。晚上吗？晚上好，美女。晚上好，何师。
王子，妮子，你没有去拍拖啊，妮子。谢谢三个妹子、啊、谢谢三个美女。不能不能，定了摆，定了摆啊。OK。怎么了？没来。没来。没来。祝贺妮子拍拖成功，预祝妮子拍拖成功。看他今天来不来啊。
了，兄弟们，兄弟一个小时把战争连到十万加。谢谢八八八哥的啤酒。好像擦了呀，什么意思？什么原因啊？是好像没有昨天那么高清是吧？可能下雨网速慢。清晰都不
广大他们去做这头发，怎么做他们自己都会弄了。好了，爱的八三八哥，老哥去老挝帮长妹修剪一下就行了，是吧？你来帮他修一下嘛。今天哥，老陈不是说要换号播下？是啊，我是要下一步的工作重心是要换号来播了。这个号，因为是这个号是这样子啊，我们就是开始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开通户外直播权限上面，但是非常的遗憾啊，我申请了户外直播权限，走的流程，但是我们这个是秀场啊，秀就是走秀的秀啊，秀场就是舞团，他说舞团的户外直播权限是没有被驳回的，是没有开通啊，所以我们下一步还是要换号播了。但是换号播我们还要开通这个异地直播权限嘛。今天镜头怎么模糊？为什么别人不敢来啊？户外直播，我叫陈教授，那天周年庆我没告诉阿健群里，被群里几个大姐批评了，谁被群里几个大姐批评了？好一点了吧？有没有好一点？妹妹晚回去了，是不是好一点了？无论我多么努力，也无法好多了。说我知道阿广周年庆没有去通知他们，我也开始，我也没有打算。强调突出一下那个周年庆，我都忘记了。谢谢新进哥，欢迎新进哥。新进哥，晚上好。欢迎毛仔哥，毛仔哥晚上好。是的，带回国内没那么简单。谢谢祝生兄弟的人气票。